将记忆体拔除做故障排除检测。脑电源必须关闭之后，再将卡片插入 PCI 的插槽。电源一定要先关闭，插好之后再开启电源，然后启动，开启它就会出现诊断码。按 menu 我们可以选择 Enter 中文，再按 Enter 确认，调整，新的检测，它会出现，再按下键它会出现那个讯息，请检查内存或更换内存，就是记忆体，